大家都知道，新疆的沙漠比较多，在沙漠地段，我们使用了符合装备式沉浸基础，这就好比我们脚上穿了一双鞋，有了鞋的保护，沙子就进不到鞋里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大大减少了因沙子不停流动增加的开发量，塔基呢也就稳稳当当的立在了沙漠当中。 这样一来呢，整个线路的长度就比原来长了2公里多。还有，为了给胡杨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，我们把43级铁塔进行了加高，从原来的45米提高到现在的63米，这样一级铁塔就增加了将近20吨。这两项费用算下来呢，工程的投资就增加了1000多万。